这段影片要为大家介绍这款很实用的新产品，叫做 Rocky 洛基。它是一个无线 WiFi 音响系统，只要将它接上家里的音响喇叭，就能具有 AirPlay 无线播放功能，无线播放 iPhone 和 iPad 里的音乐。它的外形有点诡异，有棱有角，有点像钻石切割的感觉。虽然看起来很尖锐，但是不会刮手。它是暖的橡胶材质，然后机身上有左至右分别是 micro USB 音源孔和电源键。它的表皮是可以脱下来的。脱下来以后就更小一台。Rocky 在使用上非常简单，连这种很古老的卡夹式音响都有支援。只要将包装内附的音源线接入音响的 AUX 孔，然后另一端插入 Rocky 的音源孔，然后按住电源键开机。显示发亮开机，然后就正在连接，然后就能到。I've 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your Wi-Fi router. 那这样已经连接上了，然后控制中心 AirPlay 选择 Rocky， 这样就能播放音乐。连这种很古老的喇叭的也可以。Rocky 有内建900A 电源，不用接电源也可以使用。不过如果没电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接上电源来用也可以。